谢谢谢谢老师。那我们可以看到本次的明星月季呢，等一下夏老师引流部其实是特地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大礼物，就是我们有设计三款不同的 T 恤，并且呢我们在今天比赛之前已经让我们的萧敬腾、潘玮柏在 T 恤上都签了名字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知道粉丝都特别特别的辛苦，无论是夏老师哪次活动他们都会赶到现场，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，所以今天我先介绍一下我们 Remix 音乐节的 T 恤。这三款不同的 T 恤呢，就想告诉你 Remix 音乐的精神是什么，就是在生活里面不仅仅是音乐，包括我们的其他的艺术，包括我们小朋友读书啊，大人谈恋爱，都可以有 Remix 的精神在里面。三款不同的 T 恤呢，当然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 Remix 音乐节本期的官网，加我们的这个关注，然后通过转发我们官方微博萧老师的照片、潘老师的照片或是大龙先生的照片，转发微博就有机会可以获得由明星亲笔签名、由我们精心设计的 Remix 音乐季三款不同的 T 恤。那接下来我们工作人员手上有带一份礼物，来先拆一下，看一下，是哦，萧老师，这是你签名的吗？我们要确认一下，是的，是你签名的啊、哦，看清楚了。那我们一起到台前先看他们一下，然后由我把这个 T 恤送给他们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到台前去看看他们来。我们在这里来，萧老师。那我们只有四件，我们只有四件，能起立的麻烦先起立，好不好？或者伸出你的手，好吗？好。我们第一件，萧老师，萧老师觉得要给谁？都好，都好吗？你打算男人要都给我来做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件我们先给这边的朋友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能丢，因为生怕你们会摔倒，好吗？我们悄悄，啊、这一件我们这边，这边还是这边，好，这边好，那我们还稍微丢一下，好，那我们还有两件，中间的朋友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中间的朋友，哪里？还有最后一件。最后一件往后丢，还有两件，哪边我们四件 T 恤都送完，不过不要激动，等一下还有更好的礼物可以回馈你们，好不好？再一次谢谢我们的萧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，谢谢，来谢谢两位评委席，谢谢。我都没人打，我打不回来。好，来，大龙，接下来你要抽那个大龙，你要抽那个名牌了，你要第一个抽。